真不懂人类第一反应是吧？拉车，顶级拉车，大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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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点天雷对我来说真的难。其实给上单也可以，冰女好像不好打船长，我想了一下，也可以打。我用直视。哎，这奶妈忘记搬了，这奶妈好恶心啊！奶妈这英雄，这把我可能发挥不了。被你家奶妈，我直接没作用了。我感觉我今天结对线还可以啊。你们看，冰女长手打短手，结果现在自己都被耗的没药了，我还有药呢，而且刀我也没差他的，我短手打长手前期能这样子，其实对线我已经优势了。操，有个冰魂炸我了，这好恶心啊！Q， 好赚！哇，我刚对线真的是御输！哇，我一套技能都没空过啊！好假，我都不信这是我。这波上面可能要被抓，啊，挖掘机冰女。我 A 一下这个眼，威胁一下这挖掘机，不然船长可能要记了。哇，我发现这冰女，突然她像个傻逼一样，真的站着不动，好难 Q 啊，站着不动。他走位的时候我随便 Q 了他。死了。啊，我猪逼了，我操，感觉他都顶不到我。这距离对线不死就优势，这个确实我没有必要有杀青。这冰女很明显，其实正常来讲解打冰女是很难打的，但是我个人能力比较强一点，我能有机会杀她，但我不杀，稳点吧，想杀就会被抓，被抓心态就出问题。看破金玉，拉扯一下，怕黑吗？可以打。这没中，好可惜啊，中了他死了。奶妈不来给你奶，你就跟我对不了线。我跟你讲，我个人能力太出众了，我不点对线符文，我对线都那么屌。换就换呗，我不懂，我在这么努力的开路给你们看全世界最顶尖的杰，你们老在弹幕阴阳怪气我干什么？
说什么我加分？不是，我好歹是正胜率吧，我有50多的胜率，我高的时候我差不多有60的胜率。什么十四剑姬50胜率千分，我什么王继超 KJH 负胜率还900-1000分的、啊，他们赢的还没我多，难道你打得过谁？我就问你们，老我在这么努力的 C， 你们老在背后恶心我，我操！你们真不知足，主播是玻璃心，哪天给你们黑退网了，没有好节看了，你们后悔去了。为什么要落在别人身上啊？兄弟，不虚弱。我操！那么多猛男都是负胜率，而且还是900-1000分的。我一个50多胜率的，我凭什么不能千分？你又打不过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你们这种，我在前线奋战杀敌，你们只会在背后搞阴谋，太恶心了。是不是？我就说是不是？那么多猛男主播都是负胜率，我一个正胜率还不够啊！懂不懂有多难打？我还从里面打出来了，我没有得到应有的夸奖，我换来的却是你们的冷嘲热讽，我受够了。亮龙天天感冒吗？这声音比以前好听。我没办法天天感冒，我都不吃药的，我都快治愈了，身体素质在这里。这弹幕里又有个小丑在说景天，那你这样说，那我们，你看我还是正胜率，那你这样说，那我们这些人都不如景天了，那有什么屌用？你要是真懂景天，你就该知道他比赛和排位碰到我都没赢过我啊。DYU 打 DYD 什么时候赢过？他排位遇到我什么时候赢过？玩冰女打不过我杰，玩 Nico 打不过我杰，玩塞拉斯打不过我杰，玩什么都打不过我杰，玩蛮子也被我杰单杀。他有百胜率有什么用？他碰到我他打不过我啊，我没输过他。打景天我100%胜率，你也能拿出来吹的，你拿谁不好？我觉得现在小五之间能对我有威胁的就是蛮偶与北风，其他人怎么对我有威胁啊？你妈逼怎么说着说着他妈的就被给人抽没了，这个妈的。后面有个吸血鬼。就这种节你去哪里找？就这一波团战你就找不到第二个能处理的像我这么好的节了。我没催你，我很认真的说，这不你换99来早就死了，你懂吧？这峡谷千分局我随便打还不够正经的吧？你们老阴阳怪气我干什么、啊？非得每天你看，我刚才来开播到现在，我都没说几句话，哎，老在那阴阳怪气我，非得又在那恶心我，
然后又让我说一些什么来证明一下自己，我要证明什么？我都四一节了，我还要证明？你看在峡谷千分局，我从对线到团战我都处理得十分完美，我还要证明什么？没有比这更好的节了，是这样吧兄弟们？觉得是就打个是吧。这把从对线到团战我有哪里处理的不好的地方？没有 No。冰女的他只要老进来拖时间，二自己起来又精神拖太久了。收了，现在这一局带个虚弱好恶心啊，感觉 CAD 好难。你们说我上把家里要菜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我本来也不靠家里要上分，我就姐厉害，那不是吗？怎么是辅助的 MVP 啊？这收了偷 MVP 啊，这把不是我的啊， MVP 被偷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说我家里要送，那我家里要本来也菜啊，我就不靠这个英雄上分。